我现在是怕说是因为断线之前有用，然后它就不见。懂吧？你的哦。你今天要盖什么？我可能再搞一个地基出来吧，看看能不能连在一起这样。哦，还需要铁片吗？啊，我这只身上没有，我本来挖一些回来。我身上还有，我先来处理一下。OK。Who are you, man? 外国人。好巧。妈宰他！我没有狼啊。这边有外国人，这边有外国人。好、oh, ，get out of the way, okay? Fuck you, man. Get out. Get out, okay? I say get out. No. Get out or shoot. No. You just get out. Okay. 好恐怖。等一下，他在干，他还在射箭呐、啊！杀他了妈，他在射箭呐、啊！注意啦！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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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打到我了 ？Fuck you, man! I said get out. 他有铁板呢，把他捡回去吧。OK。外国人死掉了。Oh shit， 有狙击！哇，这枪声好远哦、啊！应该是中国人那一栋过来的。我还可以做雨点收集器啊，我就坐这边，然后希望不要再不见了。OK， 旁边那个栅栏要不要把它关上啊？因为我没有密码，我没办法关。关不到啊，我点不到呢。那边，你靠边边，靠边边。啊，对，按得到吗？哦，有了，关上了。哦，好安全啊！所以这样关上应该是穿不过去了。OK 了。是已经有做围墙的材料，不过我想是等开始矿都在干。OK， 今天是先做一个平台出来。啊，对了，那个手电筒可以丢掉，可以再装一个武器哦。啊，经过铁的材料掉，可以丢地上、啊。哦，出来了！谁有空瓶？我快渴死啊！我有，等一下。有空瓶可以直接全部都放在里面了，然后它会慢慢的一个一个装。如果水满出来，对不对？你们就会听到刚刚那个水声，那样啪嚓啪嚓啪嚓那个水声。
再做几个兔子陷阱放这边，好，这就有吃有喝了。这些东西都会被拆吗？好像会耶。我上次有拆过外国人的那个陷阱，那个什么雨水收集器，这拆得掉。哦，这里还有铁片。哎，那里有人哎，那是我们的人吗？哎，那是僵尸吗？等一下，有人在射僵尸。哦，所以是有人吗？因为我看到这僵尸就突然倒下了，然后没有看到人。我要不要注意一下？哦，没有，旁边那个在你基地旁边那个那一栋，那有一栋是我的，应该不会妨碍到吧？不会啊。OK， 好。那里有个安全帽，哎，戴安全帽的人。哪里？嘿嘿嘿，跑了吗？跑掉就好了。安全帽可以防爆头吗？近距离好像不行。可以。哇，好好。远距离的话，我有被狙中一发过，然后剩下一两滴。完蛋了，再没有水我会渴死，我在29%。先去吃梅子啊。剩2-3颗。我再努力吃。坐一下，坐一下。嗯，怎么坐不下来？卡住了。啊，算了。哦，所以这树到底会不会压伤人呢？好像不会吧，我没看见有人被压死过。我可以当英雄被压压看。还是不要啊。看有人说会被压伤。刚才还是算了。等到你起死回生之后再说。对。哦，我去采个梅子。要干什么吗？我可以去砍木头。对吧？你落来这块。哦吼吼吼！僵尸！OK 了。超黑的。谁把信号弹丢的？没有水，好吧，我们。先这样吧。
拿到什么？我记得有手枪子弹，还有汽车零件，哦，一些重要物资。所以你里面也可以放箱子吗？你的箱子会不见吗？箱子可以放，但是我之前放了一个箱子在我的金属屋里面，但是伺服器断线上来之后就消失了，就被吃掉了。对，我的也是。稳定的时候。所以说你现在那些东西放在身上哦。你那些东西有放在身上吗？好好。我等一下。你过来好了。可以给我散弹吗？看他有没有拿到。等一下，散弹枪哎。我把它放在分身身上好了，不然有点危险。死了这东西就去了。那等我一下，我等下过来。放在地上。有，然后开分身。嗯，我不知道是羊肉多绿茶的关系嘛，我一直好想上厕所。现在伺服器是稳定的。这手电筒丢掉，拿散弹。OK。怎么回事 ？OK， 我切换一下画面啊。换个角色，再切回来。好了，我一百多个梅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吃完了吗？还是我给了？我都忘记了。这声音只存在一边，好奇怪。有火吧？刚还有了，只是现在看不到而已。板，啊，这是你烤好。喝个水。哦，有水，不对的，那个。啊，要做蓝莓汁啊。我去上个厕所。两个兔子陷阱好像不够吃，对不对？
听到我说话吗？有啊。哦，没事没事，我还以为我设定错误了。实际上，其实可以做那个钻木取火的用具，然后就可以随时点火。它好像就是一个布，然后一根木棍而已吧，好像是这样。欧阳厕所哥回来了，嗨！为什么要坐到我眼前？你为什么要看着我？如此深情缓缓，好了，不闹了。点不起来。没有，他已经点起来了，他已经点起来了，只是我们重灯之后会看不到。啊，还有这种事情啊？对，我刚刚，前几天我也发现会这样，你知道？你把东西丢进去就可以开始烧了。啊，最近断线断到心情很烦啊！哎，我去猎鹿，跑屁哟、哦！有人是不是？你吓到他了，他跑走了。抱歉，没关系没关系，我应该也猎不到，我技术没那么好，哈哈。我累个了，有没有水？我要水。不、哦，阿金里面的水满了，要不要拿一些罐子去装？我这里还有三个空罐，四个，要拿给你吗？等我一下哦，好，我把水拿去给你换。罐子在这里，罐子在这里。哦，蓝莓汁 ，Thank you。换肚子了，这游戏根本就哦。在这几天，我已经连续放三个箱子，里面塞满物资，然后都在一夕之间断线之后就不见了。有些不是有人拿走，有些是维修断线，然后它就不见了。对，我在想，我们那个箱子是不是因为断线之后不见了？很有可能。嗯，有人在讲话，对不对？那是我们的人吗？我会担心嘛，我超担心的，我已经被老外从后面刚几次了。哎，东发，哎，那个金阿金也有来，哎，阿金在啊，哎，他们换场地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样住这。哎，那个什么，净水器找到。
没有啊，做重做啦。对啊，就直接消失了。我昨天为了来这边死了三次了，快去笑了。现在兔子肉是不是很难捉啊？对啊，昨天外国人超美男的啦。对啊，昨天我好不容易捡到狙击枪，结果他就被狙到了。哇，你吓到我了！你为什么要看着我的屁股？阿金，这里有铁管哦，我丢你脚下哦。好好，我做个东西。OK， 好，我丢下去了。OK 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有，我听人家，我今天有听到人家讲。听说是很多外国人，是不是？人分身现在在另外一个营区，真的还有电子，不敢进来。我在人家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个营区。刚刚他们进不见。是的。是我在讲，等一下远距离好像可能会有人，因为我看到陆梦吉要在那边跳，跑走了。这游戏狙击枪超难用的，不是我在讲。对，它会晃，而且按 shift 要趴下比较好打。我等一下我关掉一下 RC 的声音。好了，哦，这是，哦，尽可能先做个地基出来，然后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盖房子。是说可以盖金属的房子吗？我昨天去那个搜索，蛮多那个金属片的。有啊，我们旁边这间就是金属的。做一点金属的，干脆收集一些来好了。现在开几个分身再收集物资，到时候慢慢移工移动过来。现在东巴在的屋子就是金属的。昨天晚上那个伺服器是宕机啊，对啊，我昨天做的东西也不见了。昨天晚上大概重开了大概十次以上。从中午开始的，我昨天中午玩的时候就突然这样。是不是因为人一口气突然涌进，然后把伺服器给塞爆啊？身上东西很多的。我去砍个树而已啊。OK。有点感冒啊！我看到伸出的瞬间，也看到了毁灭的瞬间。
这就是人类。好了，够了。嗯，节目发在这真的很可爱。这刀子要给我，那我说大发慈悲拿手啦。瓶子呢？哎，你们那空瓶喝完了，把它放回去啊！里面都没有瓶子。旁边啊，这里啊，瓶子刚刚我放了一罐，然后就被人家打光了，对吧、啊？你看，马上就有脏水了。You so dirty！ 哦，你可以拿去烤，就会拿到干净的水。没有啊，你瓶子里面有吗？因为我知道瓶子被人家拿走了。哪里有瓶子？我重申一下。机器里面、啊。好吧，拿走了。是这么说啦，但是。如果说真的，阿金在开实况的时候真的不好管理哦。前几天我前几天见证了这一点，就是怎么讲，人太多，人多嘴杂，而且在游戏中你又不知道他是谁，对吧？啊，有一些人绝对会说，哎、欸，我身上有，你是谁？他讲了老半天，他可能还讲不出他的名字来，你知道吗？对吧、啊？重点就是在嘴杂啦，不然真的用 RC 会比较清楚，也比较方便。但是就是 ID 啊，主要是 ID 啊。昨天不是有两个人杀人吗？我看那个实况，我看不还没看到啊。哟，我是找到这边来了。哦。怎样、啊？下面啊，因为就刚好盖在下面。如果长得出苹果，我们就有免费的苹果可以吃了。可是这看起来，这一点都不像是苹果树啊！不行，我去采一些梅子，我快饿死。我不是快饿死，就习惯先把东西收集放在身上，比较不危险。有狼吗？哎、欸。哎、欸，没事哈，没事就好。谁在射箭？是自己人吗？啊，对了，阿金。阿金，如果重灯太多次的话会荡掉哦，那个时候就要重那个要重新启动整个游戏。是啊。OK。外面的人他们在交战，然后在跟外国交战就他们去商场去找了。哦。所以他们现在在商场。就那个，我们去采那个铁金属片那个地方啊。
然后我跟他们就带我去另外一个他们新建的营地。浩浩哥，现在其实我走在路上被敌人反杀。因为要近距离才看得到名字啊。要趴的比较好。断线了。要断线了。哦，谢，又断线了啊！重启一下。游戏不到。我鸟啊，一直断线，拔牙再断了。我看一下，我最后人物状态应该是会留着吧？不知道。又换了，因为毕竟这游戏还在阿法，在测试啊，他妈还没有正式版出来。正式版出来哦，如果再那么 low， 绝对死都不玩。然后叫他把我当成花了20块美金，通吐了要还给我。气死。重开游戏怎么大声了？好吵！哎，你是不是也断线了？哦，血！等一下，不见了！手机进不见了！我操！又来了！不见了。对啊，又不见了。好鸟啊！什么烂东西啊！哎，可是有鬼的声音啊！没有，那是里面。那是我房子还有一个。那房子那个没有不见，外面的一直不见，不知道为什么。哎，你建造里面那个跟外面那个时间是一样的吗？对啊。那应该是因为外面这个有在使用吧，有放东西进去它就会不见。你里面那个罐子还……我觉得它是随机回收。是哦。萤火也不见了啊，萤火。可是你们发觉兔子陷阱还在吗？兔子陷阱跟房子都还在，好像就是宝箱跟雨水收集器之类的东西会不见。为什么有点 KK 的？等一下我下去一下，接触一下地面啊！到底为什么？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让它不见的？它应该是在重开，在调整东西啊，很正常啊，这种 Alpha 阶段。对。所以你不能加赔偿。不行啊！哎，我觉得最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可能物资放太多了。东巴砍掉了。你东西有回溯吗？刚做的有回溯。OK。我拿走。抢劫兔肉，yummy。
好啦，不用拿走了。然后我刚说是看到一个奇怪的 ID。你是你等一下，你麦你是台湾人吗？等好，等好，台湾人啊。啊，你麦克风有点爆爆，你可能要调一下你那个音量。音量太小是不是？没有，太大声，太大声，你调低一点，调低一点。哎、欸，远方跑了一个东西来 ，Who are you？你是台湾人吗？你是台湾人？有 MANG2 吗？他是台湾人。OK， 好。啊，哦，有了，听到了。好，你可以进来，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进来，你可以进来。你们要不要生个火啊？这边超黑的。那。哎、欸，打火机有使用限制吗？知道，应该有吧。打火机哦，对、啊，好像没有，因为它没有写耐久度了。也就是说，一个打火机就可以一直用喽。哎、欸，话说这还有指北针哎，有人捡到指北针吗？刚刚那另外一团有捡到指北针。我有指南针。有，它会在你的画面右上出现方向的代号英文字。钓鱼会没有吗？对啊。死掉就喷了啊！哈哈哈！我已经喷好几次了，不要闹！我本来还有一个台湾人会来聊色茶，杜尔川就。他有麦克风吗？你就打开萤火，然后把肉丢进去就好了。打开萤火，然后把肉丢进去。两发子弹不见了。哇！肉嘞？被抢走了。肉嘞？你现在在干什么？我这地基超大的，好难调整。他有办法这样盖吗？他旁边不是石头，是要盖另外一边吧？你要不要盖他反方向啊？就你房子后面那边。有，它东西会全部刷新，你可以重新再去找一次。喂、哦，等一下，等一下，阿金，把门打开，把门打开，看看。哎呦，可以耶！哎，可是啊，下面那边呢？下面，等一下，你的楼梯呀、啊，穿进去了啦。这个应该没关系的吧？我们是要上去，我们不是要下来的。这边，好，不知道走不走上，我试试看。等一下，你这楼梯是浮空的，他走不上去。对，这样可以的，这样可以的。这边就是故意的，不让人上来的啦。对，这样就可以了。我靠，好棒哦！超猛的！那如果是打地基的，那个下面的那木头会断掉吗？不会吧？不会吧？可是走了下去耶，走下去上不来啊，没关系、啊。对啊 ，OK 的。断。然后你们的房子就可以往上盖了，有没有？在高处啊，居高临下比较安全。断线了。靠腰怎么这样？东西会不会不见了、啊？它过一会才会断。
我是强制重灯欸。哦，所以。就重盖啦、啊，所以他只要出现这卡住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等他重登就好了。Hello， 有声音吗？好，我知道了，我已经断线了，所以我还是。强制重开比较快，强制重开，再等一下，不要不见了，拜托，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断线下去都快吐了。挂了。养了多绿茶，微糖少冰。嗯，明天要去办就学贷款，看来真的听得到我讲话，好铁的。OK 了，好了，明天要去办就学贷款。哎，学费都好贵。钱都是钱。哎哎、欸欸，还在还在还在。我这为什么我回溯？哎、欸，那这个的密码是多少啊？你这扇门的密码？这个的。那个门我也不知道。完蛋，那他门就只能开着了、啊，他就不用关了，他就这样开着了。没关系吧，就卡在这边刚好啊。对啊，就开着啦，就刚刚好啦。嗯，啊，你这样要建围墙吗？这边？要，应该要。对啊，我这边就要打上去。我觉得还是很危险。这台子目标很明显哎，那个人把在这边。其实还好啊。我看一下，等一下。哥，我告诉你这。东巴帝国哎、欸，我觉得他在上面盖出我第一栋房子来。哇！等下我砍一下树，然后生火一下吧。每次生火不见了，再生一次。那我去砍。你还需要几个木头啊？OK。有了，有三个。坐一下，我在伺服器重开的时候有去那个备车上搜索东西，好多铁板哦，好爽！铁板，阿金，点一下，点一下，我放好了，可是我没有打火机。公转啊，它好像也是没有耐久度的。哦，所以那个也是永久的吗？对，应该是。哦，我试试看，我要用了。不是14秒哎、欸！你的打火机比较快、欸，14秒才可以钻一个火珠啊。墙不能盖在楼梯外侧，只有内侧会挡住楼梯的。哎、欸，为什么我钻不出火来、啊？要怎么钻？谁在射啊？不知道，下面。我感觉好像在我们附近。哦，有火了！
这边还是上得来。这是啊，对，听说这个墙如果没有保养，四周后会倒下，是吧？四周还很久的啦。也是啊。我听说它是消耗品，就是。哎，好，这里有了。你要不要先放这边呢？有没有变安全了？有，而且还看到僵尸。哎嘿嘿嘿，小心啊！哦，算了，你打，我怕射到你。有木板吗？丢几个给我。我可以做。等一下啊。我有木板。有两个。哦，三个。三个。这边 ID 叫海绵宝宝。这边。你要放这里吗？哎，这边放得下去吗？没办法放了吧。但是我想在我的房子上面，对不对？再多一层木板，这样子在我房子后面山坡上就看不到我们里面。哦，那放这边，对不对？可是可以放吗？对啊。它不是只能放在地基上。等一下，我走开一点好了，不然等一下碍到你。对，还真的只能放在地基上。对啊，它只能放地基上啊。房子上面可以做小房子，然后变成那种遮蔽视线的东西。哦，对。哎，可是哎，我记得它好像可以放那个什么铁棚哦。铁棚，我看一下。啊，铁棚是什么？不要跟我说是你这栋房子哦，你这应该是铁屋吧？避难所，因为我有看到铁棚的合成表，我不知道铁棚长怎样。然后铁棚上面可以再放铁门。哦，这有缺陷！你不要走那边，不就没事了？没有，我刚从上面摔下来的。哎，为什么会生两个萤火？是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好安全哦！有家的感觉，对不对？真的。我偶尔去看一下合成表，我要看一下大型避难所怎么做。喂，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了有人喊说不要杀他？嗨啊！嗨！嗨！哎，有人要锤子吗？你说哦，那锤子是拿来修东西的，那是修东西的。欸，等一下，是不是有狙击枪的声音？真的假的？不知道。还蛮远的，还 OK。哎，欸，上面有人。Why you？
OK， 好。这不知道从来跑过来都会怕，你知道吗？那种木质小屋是不是可以盖在我的金属屋上？我盖盖看吗？我也来盖盖看，然后就可以把我们这边周围有没有做一个保护区，这样就不会被远方的人打到。对，后面那坡山坡有点高了。哎，要盖那个小型避难所，还是一般的小屋就好了？都可以，材料越简洁的越好，只需要把那个地方就是架高就对了。好，那就一般小屋吧，那比较资料东西比较好齐全。哪里有熊 ？Oh my god！ 不要惹他，不要惹他，不要惹他。这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枪会打不赢。我就是之前被他干掉了。嗯。Oh, no.我不知道东西够不够，我先看看。应该够。哎，熊还冲上来了！哦 ，shit！ 谁去惹到熊了？好，死了，死了，死了！有熊喽！熊嘞？哎、欸！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砍到了！啊，两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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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挥肉啊！不是 ，sorry。刚刚那只熊给了两块肉。哎、欸，阿金，如果盖那个木板行不行啊？就是那个防攻击的那个木板。啊，可以可以，那个也可以。可是不知道能不能放在屋子上面啊？你有钉子吗？我需要四个钉子试试看。等一下哦。好。等一下。那个应该可以，因为我看人家可以放在地上啊。好小哦！你以为在开玩笑？小物啊，不是吗？不是，它超小的，而且它不能转哎。我瞧个位置看看，应该是我位置问题。Hello， 我过来。我通电掉了。别！哎、欸，不行呢，不能盖。不能，他不让我盖。那这样金属房子上面就不能出现东西了？不是吧？你要不要再加盖吗？不然，哎、欸，我在有木板吗？有木板吗？动手砍一下，旁边很多树。那我再去砍一下。
他们的一大棵树吗？才两个哦！对不起，我讲错话。给个四个吧，好吧。少求你，拜托。哦，四个。嘿嘿嘿，丢。这个兔肉啊，有了有了，还有兔肉。哎，它快坏了，还是？哎，哎 ，shit！ 干嘛呢？你又断线，你他妈真假的？哦，好了，重开。我刚想说那个兔子肉是不是学院不能用？对啊，又有东西要回收了吗？哦不，好了，啊，够狠！我把你变绿色了，嗯。你想气死谁？啊！哎。啊！看吓到我，哇，连屋子都不见了。嗯，至少我的木板都回来了。哒啦！刚刚断线了，每次断线一次，那个密码都要重打。阿金里面还有没有水啊？里面都空的，瓶子都不知道被谁拿走啊，瓶子都不见了。不是被拿走，是被刷掉了。因为另外一个，另外营区他们的那个厂，那个东西也被刷掉了。哎，等一下，你里面那个，你里面那个还在吗？你要不要看一下？不是，里面的那个集水器。哎，东巴，原本不是东巴，阿纪，那个另外一边的人说，你会建造一个那个雨水收集器，对不对？然后把东西放在雨水收集器里面，东西就不会断掉，雨水收集器可以放其他东西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会有两个人来，他们怎么可以啊？他们在路上。哎。感觉防水布都浪费掉了，盖出来然后就被吃掉了，这样。对啊。那个地图刷新好像会把那个仓储里面的那个东西刷掉。所以你里面的还在吗？有，里面的还在。哦，还在就好。哦，继续砍木头，我看能不能在你的那个头顶上盖东西。哦，好，Hello， 倒了。嗯 ，OK。然后很奇怪的是，我刚地基已经盖好了嘛，结果我背包里面又多出一个地基。哎，又可以再盖一个地基了。哎，盖上天际。好，把它扩充一下。哎，那阿金盖在你家后面，然后把你后面那边给用那个、木板或者是什么东西挡起来，不是刚刚好？试看看，对啊，
还是你可以盖个三层楼，隔壁然后再接一个，应该接不上去了吧？刚盖一个通天塔怎么样？哎、欸，好不错啊！刚刚谁在这里打架？为什么地上有血？别！我再盖一下，我再盖一下。不是盖，敲啊！卡了，说错了。超像弹孔的，不是我在讲。但我每次都倒这边。啊！哎，穿墙打我，屁的，走开的，老子砍住你在那边闹，然后连我的，我操，连我的木头嘞，断线了是不是？包了木头还来啊，木头嘞，我操嘞！他把木头吃了，臭僵尸！啊，别砍了，完了，能怎样？我认了。OK， 好。啊，包包不够，那盖一个小屋吧。可以的吧？盖够了啦。够了，绝对够。干呀，你在干嘛？哎，有了，好了，你得到小屋了。等一下，让我们重登一下。哦，应该不用。有了，我获得小屋了。我放看看哦。阿金，没人点火啊！阿金呢？阿金呢？那不会啊！我操，我去采个果实，等一下再回去。我看到远去有一个黑色的胖子在跑步，那咋的？还是我看错了？你在哪里？看不到了。阿基，那个木头屋放不上去。他可能没办法叠吧？他没有办法叠。这个地基也这边也盖不下去了。是哦。没办法再提高了。那个，你房子后面那边可以吗？这边，这边有办法放吗？把它插上去。哦，这什么东西呀、啊？盖错了啦！
开不掉了啦！什么东西？我操，好猛哦！然后就吐了一大块东西出来。可以做屋子在上面啊，然后盖点围墙啊之类的。哎，不行，这一般的小木屋不能放上去。快死了，分点水。这一般的小木屋不能盖在地基上。放这，放啊，好，我插去。那你可能要盖金属棚这类的东西，对不对？对啊，就是有用到金属的小屋，你才能放上面。哎，这钉子要怎么做？你需要配金属。哦。美丽的啊，就好，美丽的给烧啊啦，气死！我就看到这个就这样推出来，感觉特别诡异啊，我们的小阳台好不好？我们就把这多出来的当成是我们的小阳台吧。我能要火堆里面的屋子吗？你拿去啊，那是我放进去的。我哈喽，是香港人啊。啊，我是香港的。我也是香港人啊。哈喽。哈喽。木烧。爆响啊！还是其实没点火。都算了。我好像可以做铁丝网，然后经过铁丝网的，好像就会被缓速，然后受点伤害，就是一个障碍物这样。哦，我知道，上次盖在你家后面那个就是铁丝网。啊！可是你要盖在哪里？能不能减速哦？他只会站在里面，然后狂扣血而已。可是你要盖在哪里啊？就盖我这边围一圈吗？还是怎么样？这边哦。好，那在这边围一圈，感觉怪怪的，因为好像我看一下，铁丝网可以转，让我看一下。好，因为它防护性不高啊。威吓作用的。对啊，就威吓而已。那就围一圈，走过去会扣血。为什么你在抽筋？我们要去哪里啊？我
你肚子会饿吗？我去采一些果实回来哦。Who are you, man? Who are you, man? Oh, 自己人啊！妈，吓谁啊？我走近才认得出 ID。远距离根本没人看得到，你就损的就一发就给他逼下去了，真的不骗你，我就这样被逼过，哇，都黑了，让我早上的人真的看得超清楚。等一下，谁在上面盖了一个小型避难所？你不觉得你盖的有点太快了吗？这是谁盖的？不是，而是，等一下要放铁片、铁网那些会很麻烦。他们这样盖，等一下要怎么放东西？阿金，阿东八金呢？哦，你上面被盖房子？盖啊，原本就是用来盖的啊。你不这可你等一下还要放铁片吗？房子其实也是一个遮蔽物啊，可能墙壁就先把下面围起来而已啊。OK， 材料也不够啊。或者说我应该会先把旁边围起来再盖房子，我自己会这样。因为这边凸了一块，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梅子，吃一下。哎，为了梅子而跳了。有时候线下玩游戏也不错啊。我看一下大型避难所怎么做。人走开一点，我要盖东西了。哦，你刚好在这。哦，我移动一下 ，OK 了，好了。大型避难所。你这也太难走了吧？去哪？气到一死。这晚上可能看不见哦，会直接穿过去。我踩进去看一下扣几滴。真的会扣血吗？一点点而已。会扣血。我踩进去只扣了两滴，会扣就有阻吓作用啊。整地气到底是干嘛用的？冷静点，冷静点，不要拿着枪指着我。整地气是可以把地用平吗？应
概就是把，比如说小山坡有没有，把它撸平吧，然后就可以盖地基啊，这样。附近怎么都没莓果？那我改天来做一个，把旁边弄平看看。怎么有人盖这个？睡哦！哦！为什么放在我身上？啊！我卡住了！啊不！哦！我出来了！我出来了！避难所。你们有 RC 吗？或者什么的？等一下。我们都直接在游戏中讲。我觉得我需要去找铁板。阿金，你还有多了铁锹吗？没有了。OK。我们等下出去要找东西了。好。啊？等一下，你要找什么物资？来，金华就到处晃晃啊，看一看啊。好啊。什么就拔什么啊，这样。防水布我觉得蛮需要的，通常都在车子上可以搜索得到的。OK。哎呀，进地下点一下哦。OK。就是。有空间。有开山刀。像这种雨水收集器，我觉得要做多一点，大家才不会渴死啊。然后我先做起来放在身上，要不然伺服器重开又被吃掉了。哇，这么多啊！这难道不能打树枝吗？啊！什么东西爆炸了？它引火坏掉会爆炸哦。这里有50个梅子哦，我拿一些走。收集器是不是可以当成那个木箱容器一样在使用啊？东西好像可以塞进去。可是我很担心说你塞进去之后会跟刚刚我们那些外面的雨水收集器一样。而且雨水收集器会爆炸吗？还是不见这样？会被人家敲坏。那个打得坏。然后那个阿金那个腰包有300的哦，真的？做吗？我是都捡到，如果有再捡到，我再留一个给你。说到腰包，大背包可以直接做，材料应该够。可是他不是要做那个吗？什么背包骨架？对，那个我会。OK， 你外面还有好多防水布，你要不要？
分开捡嘛，我捡一点，然后其他人捡一点，放身上，这样才不会，如果我挂了，对不对？就全部喷光了。那我捡一些起来。线断线了，防水布要说拜拜了。断线了。都看我们断线就饱了啊，这游戏就在那边断线断线断线就饱了，气死我了。讨厌，又变绿色了。不要再断了。不想。OK。本来准备还在。防水布还在，防水布还在。对啊，我先重登一下，把那防水壁记下来。看一下大型避难所的材料到底是什么，我刚还没看完。金属支架四个。八个钉子，金属板。看一下吧。Hello， 你们要断线对不对？对啊。我啦，这是我的分身啦。猜你要问游戏公司，我拿一下东西而已。我摔一下，扣了个八 D。这是我家。对对对对对。不用，其实我用这只做就可以了，对不对？金属支架，我也来做一下大型避难所。我可以盖你的侧边吗？我们出去冒险的时候，我们都开新角色去啦，这样东西才不会喷光，好不好 ？OK 的，我角色很多，这只就是拿来专门找东西用的。啊，我这只身上有310包，你要吗？等一下拿给你。
好，可是我先把我东西做好，我才有空间呢、啊。所以这个黄色的药丸到底是什么？叫什么名字？我要看一下，它有血功能。我丢给你，我英文不好，在地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些都是，这应该是，这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是捡回来的。啊，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做强力弓，在这身上有线轴。这一个是维他命，一个是营养药丸啊，这个都可以随便吃的。然后你会看到你的血条那边有一个状态。好、嗯。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靠过来？嗯。哦，这药丸吃一吃啊。带太多没有用、啊。哟，我都在吃。OK， 金属支架四个，来再做一下金属支架。四个，然后钉子八个，金属板，金属板一个，钉子，什么钉子嘞？哎，钉子嘞？不要杀我！不要杀我！钉子。钉子呢？我刚合成出来，然后想起来了，钉子四八个，然后再做个铁板。地上一堆药哦。对啊，我们这边都要卖药。嗯。哦，等一下，不对。什么？这不能喝啊！等我一下哦。怎么样？你们出去玩有遇到什么好玩的吗？差点杀了一个背包。我换个角色。抢到一个背包的，结果断线。啊，不对。谁那边可以帮我弄到四个木板？我身上没有斧头，我只需要四个木板。
谁有四个木板？我才可以把我身上这些东西用掉。哦，有开山刀、哦。哎、欸，有大木头。地下木头可以捡。谢啦，金。哎、欸，谁包的木头？哦，没事没事没事。那个雨水收集器满了吧？满了，但是没有瓶子。雨水收集器东西可以放里面，不会被场地刷掉。可是，等一下哦。总比放箱子被刷掉好。你不要拿走我的水啊！这边有一个脏水满了，自己烤一下吧。包包满了耶。等等，我的七瓶水啊！谁乱捡？不要乱捡啊！谁可以帮我做成那个木板？我不能做哎、欸，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包包不够吗？那水要装多久啊？我刚买好久都没有满。哪个大爷好心一点，帮我把那个做成木板？我包包空间不够，你要等它有那个水深的时候去接，放着这样。有水的时候啊，有那个啪嚓啪嚓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啪嚓啪嚓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哦 ，Thank you。哇、哦，太多了，好，这样应该 OK 了。等一下、哦，我快用好了。哎、欸，金属支架、木板，都木板啊，没错、啊。谁的肉啊？该拿走，我要烤新的了。哦，满了一只，不是吧？哎、欸，有声音啦，可以接水了。台湾人吗？冷静啊，我的肉啊，单挑龙二单挑，这个为什么都不能放？好了，留两块肉，谁要吃的该吃。钉子、金属支架、主手手电筒可以换成武器，你们知道吗？还有，金属板，我找到了，金属板要四个。我换置一下，然后我们出去搜索。Hello。哎、欸，为什么？怎么跳舞啊？怎么跳舞？哦，
我换支一下，我金属支架，不然这那个大型避难所没办法做。到了，咬完拿一堆都没有什么用。这移山一次好眼熟。等东巴上线吧。还会地基叠地基，你们要做出一座塔。这可以做吗？还是说我已经研发出来了？可能啊。要去掠夺了吗？有人要东西吗？有人要子弹吗？L 开头的没有。我小箱子弹。我需要散弹枪。我要好的子弹。刚刚是谁说要吃的？来找我，你在哪里？叫我干嘛？我也要吃的。我有罐头，你们要？要吃的分开拿，都有兔子肉在地上，这边。在哪？有两块，前面，对。还没烤，感谢。我现在比较缺水，有谁有水吗？我有，这边。喂，等一下哦，这个火是有点燃的还是没点燃的？这个是水吗 ？Thank you。那就跟蓝莓合成一下。来，我们要 blue juice， 蓝色果汁。哇，终于，我们放进去了。好。抱歉了。
断线了，怎么又断线了？啊，这个游戏，哦，我把人气死。嗯，好，大型避难所，我们材料都已经有了哈。哦，对啊，木板没错啊。嗯。金属棚，这到底是干嘛的？材料够的话，我们就来做看吧。我差点按到 delete。嗯，啊，好冷啊！OK， 你们刚好断线吗？Hello。断线了对吧？哦，饥渴直诱 ，Oh my god！ 啊，我有感觉到饥渴，我需要水。啊，先吃梅子，过过瘾。全都断线了。对啊，断线了。这吃不起，超容易断的。没有，是昨天前天。这几天发生的，前天的、啊，忘记了，是前天吗？好吧，无所谓。嗯，是说啊，哦，是不是断线的？嗯，断线的物品都会重生的。对啊。是说阿金不是说开一只新角色过来，他可能在路上，对不对？干，这么走？哦，我是不是有原木？有没有斧头啊？不然盖房子。房子，啊，我有一把，但是哦，等一下、哦，那还是隔个门。嗯，没有。哦、oh, ，shit， 谁在射弓箭？OK， 烧起来了。没有水。嗯，小木先不要烤。坐下，哦，坐下，吃梅子。哦，你饿了吗？啊，地上，地上，地上。哎，你捡得到吗？我站起来好了。I need water. Give me water. Ah, please.要吃
再吃一颗。水没有，果子。安全帽，谁的？谁把安全帽丢进去烤了？跌倒，那我稍微换个角色用个东西。依然会渴死，真的会渴死，不要说我在胡乱，绝对会渴死，90%的机会渴死。要有果子，墙金属门 ，bra check shake。这个能在研发吗？哎，这不是呢。对啊，那 HEET 是什么东西啊？哎，又断线SHEET 到底是什么鞋？这金属片、金属板，要用两个金属条。好烦啊！金属板是几个？金属条，那金属条做四个金属板，2、4、6，我有点乱掉了。金属条，那我们需要烧，还有熔炉。妈，再断线真的会气死啊！不是我在讲。金属条。到啊，断线了。
金属疗效，废金属，废金属我有五个，在等阿金。熔炉，点火下，钻木取火工具嘞。我们晚一点那里用好了，这样太麻烦了。等一下先准备好东西吧，等一下跟阿金去外面探探险。采集一些煤土，用木棒盖子。啊，煤果，啊，通通是我的。所以阿金呢？动，顺便去试试看。喂，我没用这个点火吧？试试看。都断线断光光了，快气死了吧！不能的。我操！妈的，又断线了。这真的。很烦哦。啊，好了，那等一下，等我们阿金来了再出发吧。哦，我先把录影关掉，不然它一直断。那如果因为差不多一个小时五十分了，有点久了哈。然后要看再看下一集吧。啊哈，跳。